哇，遇到村落了。不过我们得在日头落下之前抵达下一个村落，否则就夜宿荒野了。苏姑娘说的甚是，那我们就去继续向前行吧。向前行。哎呀，啊，来开场白吧。喜欢我的频道，请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就是这种 IG、FB 和 Twitch。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款《仙剑奇侠传二》的游戏剧情内容啊。那么，解决了杨逍的紫竹林、月亮山的熊猫的事情之后呢，其实也没有解决的。那我们就前往到下一个村落。好，我们继续游戏内容嘛。然后在这边一样有那个天使会卷要去捡哦。在这里，金斧头跟银斧头。我怎么找？用点的，用滑鼠点快。这怎么会？哎，这什么呢？什么？你要找什么？我在这个湖住了好久，哪都有水缸缸，能不能掉东西都来找我。你真可以帮忙找到东西？哎，光把你这些捡东西都忙翻了。那可不可以麻烦你帮忙找把斧头？哎，你等等啊。一把是金，一把是银，哪只很银的？两只啊，这，因为我是帮忙找斧头的，我还是问问好了。我没有金斧，也没有银斧，我的斧头是铁制的。是这样啊，那我再问水公公。如何？问清楚了吗？小兄弟的斧不是金，也不是银，他说是铁制的。哦，我拿错了吗？等等，我再去看看。是吗？选金的吗？弄是铁的，就只有这把看起来又旧又破的斧，是这把吗？对，这是我的，正因为它钝了，我才来这磨砺的。啊，真是好孩子！我早就知道你掉的是那把，拿出金银斧只会考验你的心，因为你是诚实的，所以这两把金银斧都将成为你的奖赏。可是娘说不可以随便收取他人之物。不，因为你的诚实只是奖励。所以我希望你收下它，可是你就收下吧，这是水公公给你奖励，而非无故给你的。小童心想：我才不要嘞！孩子，收下水公公的好意吧。那我就收下喽，谢谢水公公。啊，继续做个好孩子哟。谢谢大哥哥，因为我在听到隐约有笛音，像是从荆州传来的，常在这听到。虽然乐音不大，但是好好听哦。上回有个白云哥哥见我这边听笛音，就和我说奇怪的话，还给我封信。他说荆州有个漂亮的姐姐，用笛子吹奏优美的音乐，又能表达姐姐的心情，能够了解人会昏昏欲睡哦。但我每次听到笛音，并没有昏昏欲睡，我想我是不懂。那个白云哥哥还说，若我以后遇到那个姐姐，将信交给姐姐，说不定还得到神奇的东西呢。可是娘说不可以拿别人的东西，而且我也不想离开这里，这东西应该对哥哥有用，就给你吧。希望你能找到漂亮的姐姐。漂亮的姐姐，我找给你看， 我有信吗？啊，不管了，反正我已经拿了。啊，这个吗？换哥的属性。好，这个是那个水之幻体的支线。你不是玉大哥吗？
你是小虎？太好了，原来这是玉大哥。真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玉大哥。是啊，真没想到。阔别多年，如今你看起来整个人仿佛脱胎换骨了。不，玉大哥才是啊。之前我常在杭州一带，一带走动的师兄弟们口中听到，当年出了一个行侠仗义的少年英雄，我便猜想应该是小虎你没错吧？这个，该怎么说呢？王小虎为什么要对玉大哥脸红？你是不是喜欢人家？那只是师傅叫我协助官府缉捕盗匪，磨练自己的武技罢了。我不过做些分内的事，都是百姓们夸大的事迹。啊，小虎太谦虚了。来，过来给我看看。我来给你们三位介绍一下，这位是我师兄万贝大师，我是随同他一起前来此地。阿弥陀佛，老衲十分高兴与三位施主有缘相会。另外这位是碧湖村村长，他正有事找我们相商。晚辈也很高兴能与各位前辈认识，晚辈也向各位介绍一下，在我身旁这些年纪小的是蜀山仙剑派里掌们的爱女，名叫李易鲁。另一位姑娘则是天师道的女弟子苏妹苏姑娘。久仰仙剑派里掌们和天师道大名，幸会幸会。对了，小五贤弟，你们此行目的是哪里？例如他想要去蜀山找夏耀哥，也就是里掌们。苏姑娘她因知道路途，所以带我们一同前去。原来如此，但蜀山去此可远着呢。若是要找里掌们，宇兄突然想到一件事。什么事，玉大哥？自从蜀山楚瓦塔崩溃以来，驱魔就开始横行人间。我和万贝师兄就是奉师父之命出外替各处百姓服药除魔，但最近妖魔的行动似乎变本加厉，相继灭了好几个门派。于是师父广发名帖，号召武林正派要在荆州举行一个除魔同盟大会。仙剑派里掌们也在受邀之列，或许你们可以在荆州遇见里掌们。除魔大会啊！原来有一场青叶禅师所举行的武林盛会，太好了，或许真的在那里遇见小五哥呢。小五哥，那我们先去荆州好了，如果爹有去那里，就不必千里迢迢跑到蜀山去了。嗯，但再问问苏姑娘的意思呢？当初可是你死缠人家说要去蜀山的啊。好啦好啦，苏姐姐一定会答应的，对不对？嗯，这两件事并不妨碍，因为我们原先的路线原本就会行经荆州的。咦，那太好了，真没想到可以提早见到爹爹。看你小姑娘如此开心，真是太好了。小五贤弟，村长正有事与我们相商，我们必须与他讨论一下，不知可否请我们三位先在村口的客栈安歇，晚上我与小虎好好的叙个旧，到明天我们可以一起启程前往荆州。好，就依玉大哥的意思，那我们今晚就投宿此村。苏姑娘、易如，那我们待会逛逛之后就先去村口的客栈吧。其实没有宝物，没有，没宝物。嗨，蓝洛伊，没有宝物吗？好，住宿。玉兰当年分别后，你一直在盛大祥的门下。是啊，玉大哥，他待我非常好，但也十分严格。你真是成长了很多啊，小虎。杭州一带的县城都可以有你在，才是盗匪不敢太猖獗。不，其实那真的不算什么，倒是玉大哥在千叶禅师门下为生民百姓伏魔除妖，那才是真正更了不起。小虎，你这么说就不是，为天下苍生，为正道除妖邪，行侠仗义，这原本是我辈的分内之事，并无大小之分。若能对黎民百姓有所贡献，便是堂堂的正道。玉大哥，你说的对，小虎受教了。小虎哥，你有没有看到苏姐姐人去哪了？苏姑娘，有啊，刚才她说想到客栈后的空地散散心啊。他才刚去不久，
你不妨过去那里找一找吧。嗯，好。对了，李姑娘，夜已深了，请自己都要小心，千万跑远。这碧湖村的湖畔，听说最近有妖怪出没，女人夜里不要太近湖畔。此次是村长特意吩咐吧，打错了。嘿，怕什么？人家才不怕什么妖怪呢。若真有妖怪，就叫小五哥去负责对付变成啊。例如，可千万不要乱跑哦。知道了，知道了。真是，到底有没有听进去啊？我看你等一下还是去瞧瞧好了。看你们感情这么好，让人羡慕不已。看那小虎，你是把李小姑娘当成自己的亲妹妹一样吧？亲妹妹，我可不觉得那令我头痛的小丫头有把我当成哥哥啊。说实在，我倒是常常被她耍得团团转的。小虎啊，你真傻，正因为她这个样子，所以我们俩才是当真的融洽啊。哦，其实我也曾经有个亲妹妹，也是同李小姑娘一般天真无邪，只可惜那后来被亲爱的魔族所害。所以你要多珍惜和保护你身边的这位可爱的小妹子，可别像愚兄这样，如今只能在心中独自追忆。谢谢玉大哥赐教，小虎会铭记在心。师弟，时辰就要到三更了，我们差不多该准备出发了。啊，师兄，真是对不起，难受与小虎好久未见，所以一下子就聊得忘了时间。无妨，你赶紧准备一下吧。玉大哥，你们三更半夜的是要去何处？不瞒你说，是要替这村子里收服妖魔。妖魔？难不成是方才玉大哥对易如提到的？正是，我们其实也是同你们一样路过这个村落，但此地村长他为了我们是大慈悲民众的门人，便主动请我们来为他们解决此地湖底的妖魔。哇，原来如此。这么一提，我想起师父曾说过，论到捉妖伏魔，这些年来就属青烟禅师的大慈悲民众，小五哥的仙剑派以及青龙师太的仙侠派最有活跃。是，盛大侠说的没错，所以村长才想到拜托我等协助。既然如此，玉大哥，不知小虎是否也可以同行？哦，小虎既然都是想造福百姓苍生之事，自然义不容辞。如果真有什么妖魔鬼怪，小虎也希望能助一臂之力。那太好了，这妖魔说来也不是什么太大恶行，只是常常弄翻湖上的舟楫罢了。既然小虎贤弟又有意愿，那我们便一同前行吧。先把指路祖师误以为是魔器，魔族的魔力太强，我根本无法使用指路，我究竟该如何有强大的力量呢？到底下一件魔器是在哪里？我来索你的命啊。什么人？咦，是我啦。所以姐姐被吓着了，原来是你啊，易如。我还以为是什么人，真的吓了苏姐姐一大跳。咦，人家说故意要吓苏姐姐啦，你真是淘气的丫头。对了，夜里都这么深，你怎么还未就寝呢？这问题我应该先问苏姐姐才对啊，苏姐姐怎么会深夜跑到这种鬼地方来？我，因为苏姐姐不想有人来打扰，自己一个人想点事，有心事那要说出来啊。啊，不，这些事情你年纪还小，还是不要知道比较好，因为是令人不堪回首的一些邪恶往事。因为会痛苦，所以才要讲出来啊。傻丫头，有些事说出来，只会突然使自己更痛苦，甚至还会被对方出卖、背叛的危险。哎呀，人家怎么会出卖苏姐姐呢？不，有时候出卖或背叛，常常都是被逼迫的，所以就当我把这些事放在自己的心里吧。苏姐姐是为你着想啊。
真讨厌，苏姐姐都信不过人家。一如，你该回去上床睡觉喽。啊，原来是小虎哥，你们怎么好像一副要出门的打扮？我与大哥等一下要去替村人调查前面湖里的妖魔。真的吗？太好了，人家也要跟。不成，这不是去玩闹。我就是过来吩咐你先回房睡觉的。不要啦，人家精神还很好啊。算了，苏姑娘，一如的事可否麻烦你待会照料一下？我担心他又会四处乱跑。好，请你放心吧，我这边带他回房就寝。真讨厌，苏姐姐和谁帮着小五哥变成一国的？李姑娘，小五还是关心你，才希望你早些就寝。你把大家大船前去荆州，你还是早点睡，养足精神的好。哼，你们都联手起来对付我。怎么了，问贝师兄？此地有一种奇异的气息，令老衲十分熟悉。师兄，怎么可能？什么声音？有妖气！大家小心！你终于来了，我们等你好久。什么人在那？大家小心！可怜的鸟妖孽，今日老衲奉大慈悲明宗之门，特来感化你们。爹，你忘了女儿吗？爹，娘亲她要我来带你回去。大胆，竟敢口出妄言！爹，请恕女儿无礼的。万贝师兄。糟了，师兄被那幽魂给带走了。师兄法力不弱啊，看来这村的妖魔道行十分不浅。看来万贝大师是被带入这水井内的，我们得来查一查。哎，结果就不把遗毒赶回去了。小虎哥，人家想去看看。不行，你和苏哥一起回去就行。不要，你不要，人家不要回去。小虎，以一如的个性，他绝对不肯乖乖回去的。即便回去，也会再偷偷溜出来。其实我想去看看发生什么事。不如一如就跟着我们一起，由我负责来照顾他。好，如今刻不容缓。既然苏姑娘这么说，那一如就同我们一起行动好了。还是苏琪姐人最好了，和小五哥比起来，果真就是不一样。这是什么地方？没想到这井底竟然别有洞天。小虎，万贝师兄不知会遭遇什么样危险，我们还是赶紧去找上他们吧。万贝师兄，爹，娘亲在里面等你呢，你先进去吧。好，那这里就交给你了。万贝师兄，你到底对师兄下了什么法咒？什么法术也没下，是爹他自己回到家来，他的记忆恢复了。你在胡说些什么？我没有骗你啊，我叫韵儿，是他的女儿。爹生前是江都王刘建，你曾经犯了一些过错，死后魂魄被封在湖底，娘亲和我就同情他，随着潮水殉身，魂魄都留下来陪他。这怎么有可能？在我四年前进入大慈悲迷踪时，万贝师兄他人就早就在了。他是最庄严慈悲的一位好师兄，法力高深，怎么会是妖魔？几年之前，爹他被一个道行很高的和尚给捉走，下落不明。娘亲受不了刺激，得了失心疯，所以藏在湖上激起风暴。现在爹总让自己回来了，娘亲也不会再做这样的事了。求求你们，就当我好不容易团聚的一家，在湖里安安静静的生活吧。可恶，不准你们把万贝师兄带走！啊，因为玉德哥竟然自己追上去了呢，会不会有危险呢？没错，我们不能让玉大哥一个人自己犯险。走，我们赶紧过去帮助他。因为实定版有改两个招式都可以学到，所以我也不知道这个熟练度用完之后是穿云掌第四式先还是魔刀刀法第四式先呢？哦，0.5公斤，干妈的鸡巴，这人是穿云掌先，他改掉了。
干！但他不是分开算的。以前原本的版本是分开算的，干，那我干嘛一直磨磨刀刀法单体一直打？鸡掰嘞，干乱改，妈的！好，给大家看一下超人斩第四次啊，他改掉了。开不开心？意不意外？鸡巴一个乱改，那他现在应该是算磨刀了。对啦，哦，不过他现在好像有减少，因为他是累积到450次是超运转第四次，然后累积到650次是魔咒刀法第四次。可是以前是你不管选用哪一次，哦，那一次只要累积到一定的次数，就会学到那一招了，学到魔咒刀法第四次。你只用魔道刀法的话，就学魔道刀法第四式。可是穿云掌的话，一样就是用穿云掌任何一式到达一定次数就学到。可是实定版 iOS 移植版的话，就变成你用王小虎击败敌人之后，然后得到五练熟练度、五艺熟练度，所以看起来不用特别用那个刀法或是穿云掌都可以学到，好吧？原来如此。我们刚刚实验的结果是说，一场战斗里面有三个敌人，你用全体招式打败他们的话，只算一次，所以啊，先用单体招式打会比较好哦。真的是，我还以为可以用全体招式打一次增加，打怪的次数，原来是靠招式放了一次打死一只怪才算一次啊。OK， 就是这样，先存个档。学到这个瞬间啊，我们一定要先记录一下。好，魔刀刀法第四次打完这三只怪，我就可以学到了。各位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究竟该是魔刀刀法第四次的吧？炽天炎，应该是吧？应该是炽天炎吧？有点忘记名字了，学到了吧？第四次，炽天煞，讲错了，是炽天煞。终于学到炽天煞啦！对，一直独挡刷挡，对，刷龙没错。好，学到了，我学到了。450次是轰云托月，然后650次是炽天煞，太爽啦！要给大家看一下炽天煞哈。啊，好嘞。魔刀刀法第四次是单体伤害哈。帅啊！哎，164，我有没有看错，伤害不是伤害有那么低吗？干，什么时候变那么低了？我记得很痛啊！干，烂游戏，妈的，是不是改掉啊？还是我记错？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比段月波还烂？不可能，我们等一下打 boss 看看。好了。魔刀刀法第四次，好，第四次跟第穿云掌第四次都学到了，我记得很痛啊，妈的嘞！等一下试试看，好，炽天煞有可能是爬树伤害，有可能，因为我记得打 BOSS 很痛，不可能啊，不可能装天煞比较痛啊，我记得我那时候打 BOSS 都很痛，配刀吗？可是那是跟武器有关系啊，对啊，那叫武器啊，我觉得跟哪一把没关系耶。好了，先进行剧情啊，到了吧？你们这些妖魔，玉大哥呢？他被我们关到后面的密室了。你说什么？你们要做什么？过两个时辰。背后的门自然就会打开来，他会平安无事出来的。因为他坚持要带爹爹走，我们只好出此下策。我们只不过希望他不要妨碍到我们一家人团聚罢了。因为我和爹娘打算离开此地，到别处去了。为什么打算离开？这座狐狸离宫，降到人们之心，我们一家人也并不愿在此常住。放心吧，我们并无伤害你们的意思。但请你们也切莫妨碍我们。
但我不能让你们这样，就带走玉大哥他的师兄。是老夫自己要走的。老夫原先是这湖里的妖魔江都王，后来被千叶禅师所缚。千叶他封了老夫的记忆，让我成为替他斩妖除魔的工具。老夫记忆恢复，当然不愿再当他的棋子。万眉大师，你怎么这么说？那也是千叶禅师为你好啊，还请你三思。老夫被他控制了记忆，几年来替他伏魔除妖，亲手杀死昔日诸多好兄弟。老夫几年来广阅佛经，心情一变，如今能不找他算账，也算是仁至义尽。若你们再三妨碍，休怪老夫动怒。万眉大师，你，哼，既然你们始终不愿让开，那就休怪老夫动手了。你退下吧，玉娥，那爹爹和你娘亲来替你开导。哦，对哦，玉娥在仙气有出现过哈，都忘记了。啊，这个假婴儿是怎么回事？啊？好，玉林再开一次。对啊，教你们不开台，谁在给你们开台？好，我们用织天煞哦。我记得织天煞很强啊。我有自己提过吗？等一下，四五八，对了对了，看起来是爬树哦。嗯，看起来是爬树没错。你看喽，我刚刚是用这一招打四五八嘛，然后又裂天戟。对，没错，看起来是爬树哦。OK， 那这样没错没错。那我们试一下轰云托月可以打多少？OK 啦，我记得很强啊，所以没错。哦，伤害差不多哎。哎，居然。不用拔，不用拔。难怪大家都推荐重新找，可是我印象中是炽天煞比较强啊。妖魔，快放出玉大哥！求求你们不要杀我爹娘！我们今天好不容易才团聚，求求你们放过我们！小五哥，我们放过他们好不好？我觉得他们好可怜，好不容易今天才一家人团聚的啊。好吧，只要你答应两个条件，我就不同意你们计较。当真？当然，男子汉大丈夫，说话算话。你只要把后面密室门打开，便答应今后永不再伤人，我便放你们一家人平安离开此地。好，老夫两次都答应，为了亲你的平安，老夫什么都答应。门开了，你们进去找南松吧。蓝松寒冷就在里头，老夫绝未欺谎于你。好，那我就背着玉大哥，那我们一家人离开。你们在他出来之前，赶快走吧。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的不杀之恩。说来蓝松已本王师兄多年，我怎么可能会想害他？蓝松他人就在里头，你们快进去吧。哦，不能跟老婆讲话，很可惜。对啊，运儿发生什么事情的话，希望先妻会有所交代。好，面包屋，走喽。
玉大哥，小虎，怎么会是你们？玉大哥，我们是来带你出去的。说来惭愧，愚兄竟然被困在这里面。万贝师兄他不是真的，竟反过来袭击我，最后还把我扔到这个密室之中。玉大哥，虽然遗憾，但他已经不再是你师兄了。你师兄其实是一个妖魔，其实这是狐狸宫殿的原主。我们刚才遇到他，便把他击败，估计他们一家都逃走了，是吗？过去在大慈悲明中，万贝师兄对我最照顾的，真没想到他竟然是会是妖魔。不，玉大哥，他并非是那种穷凶恶极的妖魔，他过去曾被玉大哥的师父青烟禅师所收服，性情已经改变了不少。刚才与他们交手时，他就告诉我们，知道我们时辰一到会自己打开来，所以打从一开始他就并未有取你性命的打算。师兄，你们为什么欺骗我们？什么？我们明明都遵守诺言，打开了门，那你们来救了，你们却在大地那边设下埋伏，要杀害我的爹娘，这怎么可能？我们所有的人如今都在这里啊，难道真的不是你们？求求你们快去大殿救我爹娘。好，我们这就过去。小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玉大哥，请等我稍后再解释啊。总而言之，我们先赶去大殿看看。等等，小虎，不肯冒失行事，因为这很可能是一个陷阱。陷阱？是啊，这很可能是故意要引诱我们过去的陷阱啊，我们还是别过去的好。苏妹这个时候讲的也没错。我才不是在说谎，求求你们快去救我爹娘，不然他们真的快被别人杀死了。是谁啊？是仙侠派的人吗？我觉得应该是仙侠派的人。小虎，救人之事攸关生死，我愿意先相信韵儿姑娘她所说的话。对，真的是仙侠派的。大胆妖怪，还不束手就擒？难不成你想同你妻子刚才那样，落得形神俱灭的下场？你们这些武林正道门派，好卑鄙，竟敢欺骗老夫，设下埋伏！哼，我三个看见此地妖气冲天，所以才进来看看怎么回事，何时骗你设下埋伏？但你们竟敢杀了我爱妻，老夫今日就算形神俱灭，也要讨你们平了！住手，爹爹！求求你们不要伤害我爹爹！哼！跟着逃走的女儿也决心要回来一同赴死吗？真是令人动容啊！爹，娘她冷了。爹爹面前这道光芒，便是你那可怜的娘亲啊！你娘亲为了替你爹挡住他们带头那人的剑气，如今已经形神俱灭了。什么？哼！你先担心你们自己的性命吧，我会成全你们的心愿，让你们一家能同赴黄泉的。住手！王大哥，请仙侠派三位女侠住手。咦，你是在江林府见过的？你说，你们凭什么来阻止我们斩妖除魔？这妖魔原本是大慈悲明中万贝大师啊！他们今日一家人难得重聚，而且丽姑娘就此放过他们。哼，你竟然叫我放过妖怪？笑话！我管他是不是大慈悲明中什么的人，如今见他妖气冲天，就绝对假不了。丽师姐，万贝师兄并非什么恶妖，请你相信我们。请贵派看到我们大慈悲明中青月禅师的面上，放他一马吧。师姐，人家明中的玉师兄都这么说了，我们就……哼，开什么玩笑？大慈悲明中也算是当今武林上正道领袖之一。
没想到会被私情蒙蔽，打算放过妖魔。你，闪开，让我结束这妖怪的性命。你休想！你又是何许人？你管我是谁？你实在太残忍了，在孩子面前当众杀死他的亲人，你算得了什么武林正道？可耻！你好大的胆子，你又凭什么说这种话？哼，凭什么？就凭我看不惯你这张母猴脸。你不想活了是不是？臭妖魔，你笑个什么劲？人间果然还是有公道，令老夫欣慰不已。老夫自知过去罪孽深重，但几年来在大慈悲明宗门下也修习不少佛法。冤冤相报何时了？过去我也是一个滥杀无辜的大妖怪，如今老夫失去爱妻，实在没有继续活下去的意念了。自求一死，希望你们几位挺身出来的勇敢小伙子们能够大运。爹，你在说些什么？运儿，他虽然是病精，但他心地善良，比起很多人类要好上许多。老夫死后，求求你们收容他，莫要让他遭人所害。老夫愿意一己性命换得女儿一命，并跟随爱妻同赴黄泉路。嗨，爹，爹，万贝师兄，小五哥，那个老和尚变成妖怪跑哪里去了？他自己冰解了，心神俱灭，来换取自己女儿一命。爹，怎样？活生生拆散别人的家庭，这样的结果，你可否满足了？好一个武林正道，斩妖除魔，可耻！这位姑娘，我们真的很抱歉。七霜，你不必多做解释，我们不过遵从师母之命，对妖魔鬼怪绝不手软。至于我今天所做之事是对是错，就留待后人来公正。今日我们就暂且放过那个冰晶吧。越看越像抹猴脸。对于今日的不幸，七七真的感到很抱歉。二师姐不是故意的，还请各位宽恕。我们并没有责怪你们的意思，沈姑娘。也许这就是万贝师兄他的宿命吧。真的很抱歉，玉少侠，真的不晓得该说些什么才好。七七姐，不要那么自责啊！韵儿会附在我身里，我会好好负责照顾她的。七霜，你还在那和那些人交火接了什么？过来。是，二师姐。那我们也差不多该准备搭船，启程前往荆州了。但愿及时赶上家师在那里召开的除魔大会。